对话一，该去超市了。你看看冰箱里还有什么？我刚才看过了，除了还有一点蔬菜，别的什么也没有了。上次买的牛肉也都吃完了吗？昨天就已经吃完了。该去超市了。是啊，什么时候去呢？今天晚上怎么样？可以，你去还是我去？我们一起去吧。一，根据对话内容，选择正确答案。一，冰箱里现在有什么？二，上次买的牛肉还有吗？三，他们什么时候去超市？